是造人。其实这么说都对啊，就是偃师仪他当时世界未曾可知的科技制造了这么一个人形舞蹈机器也行，或者说人形傀儡都可以，反正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给周穆王跳舞嘛。那周穆王一瞧，瞧，这真开了眼啊，心想这道可真是什么稀奇事儿都见过，就见这个木偶吧，说是木偶看起来跟真人似的，就看他上了台之后步伐轻盈，翩翩起舞，很自然啊，一点看不出是人造人啊。哎，不仅会跳还会唱呢，嗓音飘渺入境，合乎旋律。其实这时候周穆王看也就那么回事啊，因为他这个人造的实在是和真人无异，也包括肤色了、神态、动作，咱现在尖端科技下的 AI 机器人差远了去了啊，各位，所以就当个舞蹈来看吧。但是他跳着跳着出事了，出大事了。就说这个人造人，他跳着跳着跟旁边那个周穆王的妃子啊，他飞眼儿、抛媚眼儿。毕竟这个假人他是一个男子，俊俏的小生啊，面容冠玉，门门八彩，长身玉立，再加上他这个表情又那么丰富，本来跳着传统舞蹈嘛，这气氛诡变。来呀，快乐呀，反正有大把时光。那你想啊，当王了在上面一看，大胆，来人，给我拉出去砍了！哎，这就往回抬啊，这眼神在旁边，对对对对对对，大王，不是那个意思，可能是我程序加载错了吧，表情包装错了，这就不是个人啊，你跟他一样干嘛？然后周穆王放屁，寡人我眼不瞧瞅着他在这勾引我的妃子，你愣说他不是个人？这眼神说，我有证据啊，什么证据啊？哎，这个眼神二话不说，当即紧走两步，到这个假人面前，垫不拧腰，力从地起一脚，就听咔嗒一声，满力踢到这个假人的裆部。哎，这个假人跟没事人似的，该跳跳，该唱唱。然后这眼神，看到没有啊，大王，从根儿上论，你就大可不必担心啊。完了之后，路过来，妈的，一丝不挂，往地上一摔。来来来，大王，你看一下，这外面是一层人造皮革，下面是木头。原帖就说这个人啊，他是由葛木、胶漆、白黑、丹青所组成。翻译过来就是皮革、木头、树枝、油漆，白是石灰，黑是黑炭，丹是丹砂，青是什么东西我记不得了，好像是青石吧。哎，这是咱现在主流认识啊。至于对不对咱且说着，反正就是像这个游戏借用的这个傀儡铁魂，这个木质傀儡啊。然后周穆王一看他不信啊，你这怕不是全身一只吧，你给他撬开我看看里边。这眼神一听，好家伙，这周天子是高二的，这是上昆仑山见过西王母人啊，脑回路这么奇葩，神他妈全身一只，铁甲威龙啊，攻壳机动队啊，嘿，这可是见过世面人啊。但是他心里面那么想，当王那么说，撬呗。这一撬开，我的天，里面心肝脾肺肾，金枝皮脂发，人作为人的组织一应俱全。然后这周天子大眼一瞧，我天，里面还渗着阴血，心脏还在脉动，就看了这个眼石。这眼石一看，没事，大王，我不信，我还可以再给你装回去，嘁啦咔嚓又给装回去了。然后一通操作之后，这个假人，哎呀，快乐呀。然后周天子，哦，不信，还得给我拉出去看了。这眼神在旁边看跟没说一样，你这样大王，这草民斗胆请求大王你亲手去摘摘他的器官，你就知道了，你一摘就知道他是个假人。然后这个周穆王此时此刻也是图着玩了，嘿嘿，哎，要的就这个。然后就上手得把心脏给摘下来了，就开始假人，哎呀，快乐，呵呵，有意思嘿。然后往回一按，爱火呀，反正有。然后一摘，大法师我。然后周穆王最壮，哎呀，爱情呀。然后一阵，反正有，大把欲望，来呀，流浪，反正有，大把方向。旁边眼神快听出神经病了，就看这个周穆王，嘿嘿嘿，有意思啊，玩正过瘾呢。然后眼神停，大王，别玩了，你这样玩坏了算谁的？你又不能陪我，是不是？你没这个技术，哎。到了最后，这个周穆王一拍大腿，惊叹不已，心服口服，真乃天人之巧工，惟妙惟肖啊！哎，就这么一个事儿，偃师造人，偃师现役。如果把它放在恐怖的设定上，咱去猜想哈，有可能就是偃师当时造的这么一个人形灵魂容器，也说不准啊。白雪，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安乐村。对于这个游戏，我主要是想讲的是，刚开始是以神秘的藏传宗教开头，结果以咱华夏传说收了本，所以说呢，从设定来讲有点前后相悖了。这个藏传神学，你接着往下挖，这个名字这么定了，对不对？它不是没得讲，有太多东西可讲了。你比如说西藏的跨维神域香格里拉，属于咱中国版的伊甸园了。你比如说潜藏在西藏的人类高阶物种雅利安人，啊，当然这个有点民科了。按宗教神秘学也有啊，你比如说这个阿加古，你既然拿这个开题，这还有古女什么古仙啥的，你接着往下挖呗。
他倒是挖了，中间有一道简历，按五行元素他制作了五面鼓，这每个鼓都是女子的人皮包下来之后做成的金木水火土，什么都叫人皮鼓嘛，或者叫死亡万花筒啊，放在西藏它有现实的事儿啊，有这个传说，说的就是上岛上古时期那个史前大洪水完了之后，在人类没有绝户，上神在这西藏这个香巴拉开辟了一道人类保存地，当然留到现在这个香巴拉已经名存实亡了，咱现在称之为生死禁地或者是最后的净土，反正就是说经过这个大洪水洗礼，人类清洗之后，剩下人也不多了，在这个西藏高原，但是又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在这儿又造就了一个上古帝国，叫做古象雄帝国。只不过这个象雄国那臣民肯定是现在藏民的先祖啊，他这个世界观很奇葩，是一番超自然的社会结构，还是那句话，人神共存黄金时代。他那神在哪儿呢？神就在禁地上空这么飘着，反正当时人抬眼一瞧，透过浩渺的烟霞，有这么一个叫做魏魔龙人的天空之城高高在上，也就是来自这个魏魔龙人的天空之城的技术支持吧，让咱这边西藏当时快绝户人类重整旗鼓，再创古象雄文明奇迹啊！而且他这一块说的还挺细致，给各位说啊，这是来自于古象雄大藏经，只不过是文字咱读不懂啊，上古象雄文啊，但是乍一看就知道是藏文的前身啊。但是经过长期破解，咱也算是窥探一二，所以我拿这个在这编故事。他就说这个当年在西藏高原顶上禁地悬停这个魏魔龙人啊，反正看起来跟莲花似的，所以后来佛教那佛陀的菩萨做了九宝金莲，就拿这个禁地悬停莲花形的天空之城打样。这不后来离他最近的藏传佛教所崇拜的曼陀罗，就那个坛城啊，一问他那什么东西，他不是称之为神域吗？那不就是在断层之前的魏魔龙人吗？还说呢，这个莲花形状天空之城最中间有一道水晶之柱，直通天界，能看到下边，看不到上面。你这一想，那不就是亚特兰蒂斯吗？什么水晶啊？当时没有光速这个词儿，没有光速这个概念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叫它昆仑山，叫它不周山、阿斯加德、太阳神拉那个太阳船，甚至说伊甸园，咱现在称之为星门，看你相信哪一套了，对不对？总之就是这么一个地角，咱姑且称之为神域吧。而下面地表被称为古象雄，是咱人活动的区域，正因为上面神域的技术支持，咱才会那么发达。反正从出土的那石碑大藏经你去看吧，反正文字又像藏文又像梵文嘛，反正属于这一系吧，尽量破解吧，知道里面有什么预言啦、卜辞啦、耳传神话、先进的医学、什么胚胎养成啥的，这个我不细说，因为说这个太多了，保不齐哪个王八蛋就在这找事说我洗稿了。反正除此之外呢，还有物种设定啊，堪舆术、祭祀法理，哎，说的就是这个。我先说明一则，我都坐上病了。反正到目前为止，我看没有人讲这个。如果有，只能他是洗我的，看一下发布日期 ，OK。而且即便是洗我的，我也不在乎，照抄都没事，因为这是我本期主题。直播间有人催更，要讲讲这个人皮鼓嘛。虽然我倒的比较远啊，但没有跑题。说的就是这个祭祀啊。这不是天空之城魏魔龙人吗？他下了一个神仙，是叫做敦巴辛饶，每次下界骑着一个金色的大鸟啊。反正这个敦巴辛饶这个名字挺拗口，你先这么叫着呗。反正有说他是当年古象雄国这个原始本教的开创祖师，也有说他是古象雄国的国王或者王子，其实都对啊。但是可以确定的，他的确不是地表出生普通人类。反正这个大藏经提到，第一次下来与世人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新年82岁。哎，这我解释一下，咱们不是都说嘛，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嘛。他这个新年就是天上那个纪年单位，就是天上那个魏魔龙人的那个时间维度的历年方法。说是上面新一年相当于地表的100年。哎，你算吧，敦巴辛饶下界已经是82岁了，那放在人间时间维度，就82乘以100，那就是8200岁。别急，这他什么时候下来的？什么时候离开的呢？什么时候死的？或者什么时候圆寂的？什么时候乘龙升天的呢？说是在公元前7817年。你想想吧，咱夏朝什么时候开始的？也只不过是公元前2000年开头。所以他刚下来的时候已然是8000多岁了，来到地表和咱人类接触，建立了古象雄国，然后持续了得有1500-1600年，然后就离开了，或者说他是圆寂了也行，反正重返天宫也行，就是自公元前7817年，古象雄国没有这个高维的技术支持，自行发展了。所以是前后一家这个古象雄离现在10000年开外，当然了，现在不是说16000年或者18000年吗？那是因为把敦巴辛饶还没有下界之前的新年82岁，相对人间的8200年也加上了。所以别的不敢说，至少他是目睹或者参与了史前大洪水。别急，这不算完，在他之前还有7位上神坐镇，他是第8位。用本教宗教的口吻说，他是第8位贤杰出世的祖师。所以你这么一说，什么贤杰八祖，苏美尔的红泥八王，咱们三皇五帝，这不都是八吗？属性还都一样，都在洪水之前。第二个，都个个延年益寿。所以咱说回来啊，什么古象雄国，只不过是他临时接手了一个人类生态圈养成计划，这些都无所谓。主要是他下凡时候骑那个金丝大鸟，各位可以去想想那个金翅大鹏雕，可能都知道，在《西游记》里面他是佛祖的娘舅。比较熟悉神话的朋友知道，他是来自于古婆罗门教的。
伽罗罗。其实最早他的原型就是敦巴星啊，他的坐骑叫琼瑶，就是琼瑶那个琼啊。其实我这样解释也不对啊，其实就是那种发音，古藏文的发音，对，其实也不是藏文的发音啊，象雄文的发音。现在不是在西藏卡尔那个地方发现古象雄的遗址，被称之为琼窟银城，那个琼就是个琼鸟的意思。所以你也不要管它这是琼瑶的琼啊，还是苍穹的穹，译成咱汉语得好看，立得宏大，组成词还得好听。其实就咱熟知的大鹏金翅鸟，它的最早原型琼鸟，在它主人敦巴星劳离开之后，在地表建立的一方势力。因为你看这个大鹏鸟，不管是在咱日本西游记，还是在古印的吠陀经，它这个神灵它都属于主冰啥的。哎，为什么统一给它这个设定？那是因为在象雄神话，在上神离开之后，当然闹不清是为了保护咱，还是为了侵略，还是为了和其他高维势力夺权。总之纷争不断，连年杀伐，咱地表的普民只能当吃瓜群众，有波及那就是一片片。要不怎么后来到了咱这个纪元，藏民封其为土司之祖，这个土司在西藏就是军阀的意思。所以你拿这个大鹏金翅一想，如果他真是那原本坐在上面的敦巴星饶，那可能就是印度的毗湿奴，咱这边的如来啊。这个咱就不展开，我说不完了，我这要说什么事儿我都忘了，扯起古象雄了。人皮骨，哎呦，话题又起高了，我的天，都高得没边了，我操。行吧，咱说回这个敦巴星饶，反正在这段时间它是要定期下界的，可以想见这个敦巴星饶它在地表肯定是待不住，就是临时提供技术支持和传递高维知识的。完了之后它还得回天上去，你不管是补养啊还是充电啥的无所谓了。但是咱地表的低级的人类一看，这上神临界啊，来了之后说这么一两句，咱就受用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那要跟他一起上去，那咱还不与天同命？那上面的世界咱都不敢想象有多么繁华了，对不对？那跟上去呗。那你想做一个这个敦巴星饶这个上来，那哪能让你上去，对不对？要能让你们这帮狗人类上去，我还下来干什么，对不对？咱这边皇帝乘龙升天，咱这边怎么说，那些臣子了老百姓可劲儿薅啊。话说皇帝的裤衩都薅掉半拉了，是吧？到了上去帝君一瞧，哟，你这怎么穿着短旗袍就上来了？对上神不敬，当玩笑听。反正就这个意思，当地的藏地先民嘛，舍不得这个敦巴星饶回天上去，这不妄图捋着线往上攀吗？那从哪攀啊，对不对？没招没招了。有啊，当然不是飞上去，金翅大鹏又不是拿着你做了，对不对？那就找吧，找高山啊，什么贡嘎山啊、梅里雪山啊、珠穆朗玛。他首先是凡人爬不上去，但凡一两个大祭司通过他先进的设备爬上去了，放眼一瞧，离这个卫魔龙人还挺远。最后敲定这么一个山，就是冈仁波齐。哎，要不怎么说现在这个冈仁波齐被称之为神山之王啊？在现在藏民心中，这个冈仁波齐是非常神圣的。以现在的科技，没人封顶啊，当然技术放在一边，其他山脉你随便爬，就这个冈仁波齐，当地的藏民他不让你爬。行了，咱不说这个，就说当年这个藏地先民爬上去了。这一块是编的，合理的编撰，是现在通过一些学者，不是我编的，通过象雄藏经破解出来一些通神仪式，半医学半祭祀揣测出来上古神话剧情了。就当时的先民爬上去之后，仿佛看起来离这个卫魔龙人触手可及，但是还是有一段距离，他不是相差几个人，你跳远好了直接跳过去了。所以这只能在那吆喝啊，离得近嘛，说不定能听到呢，就是嘿，星饶大帝，能听到吗？带我们上去吧，你看这都临门一脚了。哎，这架不住这边人一直在这叫唤啊，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很执着，总有这么一回惊扰到上面的敦巴星饶了，就是驾着大鹏雕下来了。下来之后就说，你们干什么呢？作死啊，不老老实在下面待着，你们这要是热天啊。那下面人就说，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神啊，就是俺们想上去看看啊，你这不是顺带脚的事吗？对对，这星饶帝看他们那么虔诚，也难为你们，这都到门前了嘛，对不对？带你们上去吧也行，但是有意思啊，你别看离得近，即便上去了你们也待不住，不是你们待的地儿。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啊，你们谁牵着头上前一步走。哎，这说着带头这个普通人类吧，咱称之为萨满啊，大萨满往前一站，伟大的星饶神怎么着，有何吩咐啊？然后就看这个星饶大神卸下高贵的姿态，一反常态平易近人，哭嚓一下把自己的裤子推到了底儿，然后捋着腚钩子在那搓。哎呦，稍等片刻啊，稍等片刻。哎，搓了半天搓出来一个丸儿，行了，这个叫做升天养心丸。来，逮着逮着，这下面人这大神啊，你这是让我吃吗？你来吧。哎，不由分说扯着脖子就往嘴里面一按，这萨满还没反应过来，咯楼咽肚里去了。哎，这个屎蛋子进了肚子才反过心了，别语啊，我就当你反刍，现在给我嚼碎了再给我咽回去，想不想跟我上去？想上去就给我咽回去。对，各位，这点我虽然剧情整活了，但是设定没整活啊。这升天养心丸真实存在的，大藏经医学药现在解密出来一味中药，而且你看我在这调侃啊，
基于之前有一类杠精肯定说我不敬神灵啊，是不是？我都说了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属于唯灵派，任何拟人的偶像神灵在我这都不管事儿。还有就是拿这个开杠的观众朋友们，我得反问你一句，你吃喝嫖赌愤世不平，怨天尤人时候，怎么没有想到佛家说的人道三毒？你偷鸡刀把两面三刀尔虞我诈互相迫害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但丁的七宗原罪啊？大有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追逐名利，放浪形骸之外完全没考虑过因果自偿的人啊，试问你敬畏神灵吗？行了，怼两句行了，咱回到主线，说就这个萨满啊，行了，走着，然后一屁股坐上他大金角，呼沙呼沙呼沙，直奔天国而去。哎，这下边人都傻了，那咱怎么办呢？咱想跟着上去，但是一想这所谓的升天养心丸嘛，不够他搓的，对不对？这么多人呢，实在的不够啊，那等着吧。然后在这等了得有几天几夜，然后呼沙呼沙呼沙，那大祭司又跟着信号下来了。这一落地儿，哎呦，你看他表情意犹未尽啊。这旁边人就问啊，这上面魏魔龙人怎么样啊？那简直这，哎，好了不能再好了，都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了，神秘其中不能自拔。这身边的人都听着直流哈喇子，也想跟上去。然后这个新郎一听，我成两界的司机了吗？我是干啥的？你们这一个一个的没完没了了。然后下面人说，大神只要能让我上去看一眼，我死都愿意。然后这个新郎滚一边玩去。哎，你干什么？死你都愿意是不是？然后下面人，对呀，赵文道西可死吗？我这不用一天，赵文道赵可死。然后新郎，孺子，咵嚓一刀，可教。哎，说这话人应声倒地，旁边的吃花群众都傻了，真傻啊，只是为了表达这个心情啊。然后这个心说，哎，各位别害怕别害怕，这是另外一种升天的方法，看到没有，这他魂，看到没看到没，我呢现在就牵他魂上去了啊，只不过他再也回不了人间了，仅此而已。然后其他人这么一听，思索了半晌之后，来吧，能上天国谁还回人间啊，对不对？然后一个个争相恐后的就地自裁，然后跟着新饶大帝随风而去。完之后呢，这个大祭司下了冈仁波齐，到了地面，到了地表人道世界，把这个事一说给说开了。然后下面人啊这么一听，那肯定是为之向往与憧憬啊，想通过这种死亡方式上去，但是没有路子，然后才衍生后面的人肉祭祀，到后来跨了咱这个纪元的藏传神教，不能叫藏传佛教，就是在佛教还没有来之前，人皮骨它只是一粒，它很多象征性的法器全都拿人做的。哎，那拿那个人的头盖骨做碗，那叫什么嘎巴拉碗，哎，那个人皮唐卡藏宝图啊，整张人皮在上面画了地图，相传他那个捏的那个珠子捏珠，那都是咱人身上那个大骨的棒子，不管是小腿骨还是大腿骨，那不是关节处那不是圆了吗，给取下来磨成一个珠子。那你说我那一串里多少个关节啊，这可真是暗黑宗教啊。当然各位，你看我说的那么热闹了，除了整活以外，以人体器官造就的宗教法器象征着原始对生死的崇拜，来自于古相国这个本教只不过是现在一种猜想，考据还是来自于古相国大藏经医学里面对人的灵魂的研究。放在本期呢，以人皮骨作为主题，我必须拿这个来挑事，这只不过是诸多猜想其中之一罢了，其他还有很多，比如说把它称之为黑教，源自于本教上古的黑巫术，叫什么记不得了，总之传到后来的南洋被称之为降头术，咱现在视其为咒术邪术，他愿意就是上古本教的黑巫术，其中有一个拿了个寄生虫啊植入人这个头皮，说是可以通神啊，但是现实是这个人受这个虫卵虫癌所致，最后癫狂，反正从外表来看这个精神又折磨直至无可复加的地步，最终几集有解释说是上面的神仙啊，就是高维生物拿咱人做实验的，也就是说这个敦巴新饶就是魏魔龙人走了之后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啊，反正离开西藏高原进地上空之后，这个古相国的文明急转直下，一年不如一年，没有技术支持嘛，这不是说到了这个纪元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带着后来的古代军队一把给抄了，归档到他的吐蕃王国嘛。当然了，这个面上咱也不说了，为什么我要拿这个挑事呢？我总不能说这个人皮骨是旧藏没有解放之前西藏农奴之下的一批纯洁无瑕的小女生受地主的迫害，剥开头皮往里面灌铅水，被残忍的扒皮做成骨以儆效尤吧，或是为了警示其他偷懒偷粮奴隶，或是摆在庙堂供崇拜神佛，这都不是我想说的内容。你就当我讲这个故事方式就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一个是幻想中的，一个是现实，我是真不想讲这些黑历史的残骸啊。毕竟咱在这录个节目都是寻开心的，是不是捋这个线往前导说上古神话也能满足咱的好奇心，充盈一下内心的幻想，我感觉挺好啊。所以就不要追问这个阿加古了人皮骨怎么来的了，但是提点在这儿，人皮骨设定在这儿了嘛，你要说我不讲点让人听起来心惊胆寒后脊发凉的事，这个题也过不去，对不对？当然这期咱就过吧，因为时间到了，再往后非要讲那只能纯编排的鬼故事，就像张震讲故事那样了。你还别说还真有，但是呢
听到这儿了，多多点赞、收藏、三连等等的吧。只要能把本期的播放顶到60000以上，这个脸各位给了。嚯，紧跟而后，这个剧情我都想好了，以人皮鼓作为主题的校园风鬼故事。而应了本期讲的内容，到了结尾的咱总结一句，还是那一句：微俊立于松，只身困苍穹，日月已幻化双瞳，是谁在上为神操控？说到这，天上麒麟本有种，来到地上你我众生皆可烹。